家居用品有几咁伟大同重要，你知唔知啊？嗱，麻雀台有佢，仔女读到书唔会变飞仔。唔好阻住阿嫲收菜，祖先会庇佑你全家。燃点家人嘅情感交流，生活点可以冇咗佢？喺实惠眼中，所有家居用品嘅地位都系无可代替，屋企永远自大，实惠。